小翔，如果……嗯，我是说如果，如果教主需要你的话，你会为教主做任何事情吗？当然了，师父是我最重要的人，他让小翔做什么，小翔就做什么。随时随地吗？如果师父愿意的话，我希望一直陪着他，无论他让我做什么。这次理解，你明明记忆缺失。小翔，师父，多大的人了呀，还这么不修边幅？还有吗？别动。等你回到天界记起一切，还会在意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人吗？师父，这是送给小翔的吗？你刚才的回答，为师都听到了，为师准了。师父的意思是，愿意让小翔一直陪着你了。以后行事啊，不可以这么莽撞啊。万一师父不在你身边，更要谨言慎行，好好的，自己照顾自己。师父不是答应过小翔，要一直跟小翔在一起吗？为什么还会不在小翔身边？师父是说万一，万一师父不会的，小翔会一直陪着师父的，我们一直在一起。那你答应为师，一定要好好活着，不管发生任何事。权力的无畏多珍贵，用心体会，时间会证明选择。师父不想让你知道有关林龙星的一切，希望你能替为师好好活着。只愿在你的身后相随。为什么我的心跳得这么快？是我心甘情愿奉陪，绝不放手，我也不回头，有你陪我痛又算什么？穿越时间海，师父的心跳得也好快，难道我们的心是一样的吗？